告诉你，我喜欢你很久很久了。其实整部戏来讲，都是一个他们一个营造、一个设计、一个完美结合的两个人物。两个人都会有一些可以共同参考的东西。陈情男即便出身不如人，对感情也很负责任，该恨就恨，该爱就爱。我爱错人，没有杀人。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立体的人。八大第一台27频道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《逐梦情缘》。